主料：肉500克，冻豆腐380克，辅料：糖一勺，老干妈一勺，八角两个，桂皮一小块。食材准备好，锅里放一点点油，倒入肥肉，翻炒至肉色变白，倒入瘦肉继续翻炒，放入桂皮八角翻炒片刻，加糖继续翻炒，加入老干妈酱油盐调味，翻炒片刻，把肉倒入砂锅加水，放入冻豆腐，大火煮开，大火煮开转小火焖30分钟，30分钟后关火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